棒球是台湾的国球，更加是反映出台湾人逆境求胜、永不放弃的精神。台湾历史博物馆以百年棒球风潮为主题，规划逆转性台湾棒球展，11月12日盛大开展。今日的活动并邀请1950年代第一代中华棒球队的队长洪泰山，70年代曾经是中华棒球队的国手，现在是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校长林华伟。当代知名的球员张泰山一同为活动开幕，唤起各世代之间的棒球记忆。另外，也邀请赖清德市长、亚利桑那州的州长 Janis Brewer、魏德胜导演马龙一同上台。每一人的手拢摕着签名球，象征球魁得胜，为展览开幕。逆转胜，台湾加油！我觉得。棒球之所以会让台湾很美的一个地方，是因为即使在很不好的年代，即使是在很贫困的年代，它都可以满足我们在心理上面的一些补偿，让我们可以在精神上至少有一些慰藉这样子。然后非常谢谢各位前辈你们所创造的这些历史，然后补偿我们很多很多不好的一些环境的一些不足这样子。这次的特展为大众文化的角度展现棒球传到台湾发展为国球的历程。特展当中收集了早期球具、三冠王时代金具和奖座、丰富的历史相片和影片，回顾早年土法练功的训练，一代又一代女外球员是如何为台湾争光，也展现中职25年来的历程，引领大家共同思考台湾棒球的未来。那么第二个，我们办这个展其实有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说棒球不只是一个国民记忆，其实它代表一种台湾的精神啊。那么他们在拿了好几个题目给我选的时候，我就选了这一个叫做逆转胜啊。台湾在很多的历史过程当中，其实经常处于逆境当中，台湾一直以来都是用这样的精神来克服各种困难，一路走过来的。棒球正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今仔日的特展开幕，代表了真侪历史性的时刻。赖市长讲，布雷沃尔州长的教访是台南市的光荣。布雷沃尔州长不只表示愿意协助台南建造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也要甲台南市签订友好交流协定。这是台南市有史以来第一摆非常的难得的时刻。对台南市而言呢，今天可以说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我们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第一次展出以棒球历史为主题的展览。那第二个历史性的意义是我们好朋友亚利桑那州的州长还有市长率领亚利桑那州的政府官员一行来参与今天的这个盛会。那这个是台南市的光荣，因为这是台南市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有州长这么友善，花这么多的时间，2天的时间在我们台南市停留，除了给我们很多指教以外，他也承诺愿意来协助我们开辟这个亚洲棒球训练中心。那今天下午呢，州长跟我也要签订友好协定，这样的这个善意啊，我想这个是有史来第一次非常难得的时刻。根据统计，美国大联盟的棒球团每年春训拢伫个亚利桑那州举办，会当带来6.9亿美金的收入，经济效益非常的大。布雷威尔州长已经表示，要将所有有关起球场、经营球场的秘诀，拢予台南市知影。棒球是美国历史上悠久、上有全国性规模的运动，也是上会当代表美国的运动。布雷威尔州长期待后一个球季，伫个亚利桑那州举行的台美棒球交流赛，伊嘛赞同台南市打造亚太国际棒球村的计划，是相当有远见的作为。I think that the mayor Lai has done a wonderful job with planning and visually the concept.Is absolutely perfect. I told the mayor I would tell him that I would share all my secrets with him for our success because that's what we have
in Arizona. Wow. But this is spectacular, spectacular. So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Mayor. Thank you. Yes, yes. 罗市长期待未来甲亚利桑那州之间，伫个体育甲运动观光的层面有更加好的交流。那我们也非常期待两国的两个城市的亚利桑那州跟台南市的经贸啦、文化啦、体育啦、旅游啦，都能够有长足的这个进步。我们非常感谢州长帮助我们这么多，而且愿意提供所有的秘密来协助我们盖这个棒球训练中心。那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礼物，我们非常感谢，代表市民献上最大的感谢。随后，赖市长陪同布雷威尔酋长一家人前往博物馆的四楼观赏特展，并且甲张泰山在伊的纪念球衣头前合影留念。亦转成台湾棒球展展出的时间是11月12日到明年的5月18日，邀请民众做伙来体验棒球的魔力。